笑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一定要到确切。好 ，OK， 还有谁？还有谁？班长，所以有机会可以单独开会。不要，谢谢。不是在所有的媒体记者前。对对对对，帮我开啊。这些媒体记者可以。OK OK。你真的？这些媒体记者全部会一起拍哦。快新闻会啊，真的有机会。现在的机会。全部都会上媒体哦。对我来讲，他们是比较辛苦一点。然后我一直很希望说，可以发挥，如果我有一些力量，然后我可以去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。因为对我来讲，因为其实不只是他们，因为很多弱势的族群也很好。像我今天下午就是另外那个男的暴力儿童的一些故事来讲，所以。我觉得希望有更多人参与在这个公益的活动当中。当然，我希望就是说，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，这样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